非常的幸运，我一来呢就剩一个，然后我就买到了。这个是由红卫妈妈推荐给我的，对，所以我想说今天呢就来买吃看看。对，好，现在买回来了，马上就来试吃味道如何。其实说真的，我平常不太会买这种热狗类的食品，比较少了。香肠可能会买会吃，但热狗的话是真的蛮少的。我去早餐店也几乎不点热狗的。对，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cheese是从做的还蛮吸引我的，所以我想说吃看看。哦，它的cheese已经整个融化了。我一开始发现它cheese其实没有算很多，对我就是喜欢吃cheese来说，我觉得那个量是算少的。好，那味道怎么样？我来试看。嗯，这一口是没有吃到热狗的。嗯，听说热狗会爆汁哎，真的假的？我试试看。真的是会爆汁的，可惜就是我觉得cheese少了点，这里都没有，只有前面一点点。对，就是它是蛮分散的，所以就是没有那么集中，所以感觉就会更少这样。真香啊！它非常厉害，是在这个热狗，我觉得这个热狗完胜那个面包还有cheese比起来的话，这个热狗真的好吃。哦，那流汤汁耶，看到吗？那就吃到这里了，有兴趣的呢，去买来吃看看。OK， 拜拜。